的是刚叠上寄箱的状况，蜜蜂全部冲出来了。你看早上叠的那个蜜囊箱啊、哦，它经过一个上午四个多小时、五六个小时，它已经把这个洞口呢封起来一半。它应该今天晚上啊、哦，它继续封，它明天啊、哦、应该就整个把它封起来。这表示它底面还有很多空间，它把这上面的空间哦先封住，保温保湿。等它里面空间不够的时候，它自己会把它打开。我们这蜂真的蛮好玩的。